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，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，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，自己编次，续其游猎。贾元春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，自己幸过之后，贾政必定进境封锁，不敢使人进去骚扰，岂不寥落？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，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，也不使家人落魄，花柳无言。娘娘，夜深了，歇息吧。什么时候了？已经二更天了，请娘娘保重贵体，歇息了吧。次日，贾元春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，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，不可近约风顾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别人还自由可，老祖宗，唯宝玉听了这谕，喜得无可不可，和贾母盘算要这个弄那个，好多好多的大房子，永远竟然建在山上，山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鸭子呀、小鸟啊，还有孔雀、仙鹤呢。如果让我选呀、我想选给老太太请安。老太太，老爷叫宝玉去呢。这好宝贝儿啊，你只管去，有我呢。我你们好生带了宝玉去，别叫他老子吓着他。是，我不，我去去，别怕，别怕啊啊，去。好了，宝二爷快去吧，一会儿老爷再急了。宝二爷，走吧，宝二爷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宝二爷，我这嘴上呀是才擦的香精胭脂，你这会子可吃不吃呀？我吃不吃呀？对呀，我这儿也有呢，你吃不吃呀？人家这会子心里正不自在呢，你还取笑他？这会子呀正欢喜呢，快进来吧。哦，愣在那干什么？还不快进来！哎，请老爷太太安。我的儿，娘儿身边来坐。哎。娘娘吩咐说，说你日日外头戏游，见此疏懒，如今叫尽管。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，你可好生用心习学。如再不守分安常，你可仔细。是，是。娘娘一番美意。找宝玉入园读书，老爷如何竟说是尽管呢？嗯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，全药丸吃完了吗？还有一丸呢。明儿再取十丸来，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，吃完了再睡。只从太太吩咐了，袭人天天晚上想着打发我吃呢。嗯，袭人是谁？是个丫头。丫头叫我什么叫罢了，是谁这样刁钻起了这么个名字？是老太太起的。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？
一定是宝玉吧。因素日读诗，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：“花气袭人知昼暖。”因这丫头姓花，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。老爷何必为这小事动气？明日改了便是。究竟又何妨？又何用改啊？只是可见这宝玉啊，不务正啊，专门找那些浓词艳赋的做功夫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看看，一离了你老子，就成了脱了缰的马。哎，妹妹，看看又难为你啊！没什么，不过是嘱咐我两句，叫我进园别淘气。我说什么来？你偏吓得那么样。妹妹，你想着住哪一处好啊？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，爱那几根竹子引着一道曲栏，比别处更绝幽静。这和我的主意一样，我也想叫你住那里呢。我就住怡红院，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。贾政择了2月22日吉日，遣人回过贾母，遂遣人进去分派收拾。薛宝钗住了恒芜院，林黛玉住了潇湘馆，贾迎春住了坠锦楼，探春住了秋爽斋，惜春住了廖凤轩，李纨住了稻香村，宝玉住了怡红院。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，四个丫头，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，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。惠恩眷顾，遍布余泽，臣正受着惶恐，为兢兢业业，勤慎恭肃以事上，恕不负娘娘眷恩。开园。至22日，贾宝玉并众姐妹一起搬入园中。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，心满意足，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，每日和姊妹丫头们一处，或读书，或写字，或弹琴下棋，作画吟诗，以致描栏刺凤，斗草簪花，低吟俏唱，拆字猜美，无所不至，倒也十分快乐。宝玉高兴之余，更做了几首集市诗，被一等市里人抄录出来，各处称颂，也写在扇头壁上，不时吟诵赏赞。
因此竟有人来寻师觅字。宝玉一发得了意，整日家做这些外务。谁想镜中生烦恼，忽一日不自在起来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。那宝玉心内不自在，便懒在园内，只在外头鬼混，被身边小厮明烟看出来，因想与他开心，左思右想，便走去到书房内，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、何德、武则天、杨贵妃的外传以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，引宝玉看。可真是没见过，好小子，亏你怎么想来，不枉我素日疼你。嘿，好歹也跟了爷这么些年，若是爷这点心思再体贴不到，我可不白活了。对了，爷，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，这些书您只可在外头看，可千万别带到园子里头去，若是让外人知道了，我吃不了兜着走啊。你放心，我只捡几套细密的带进去，细细的收好了就是了。哎，当三月中换，早饭后，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，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，展开绘真记，从头细玩。正看到落红成阵，只见一阵风吹过，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，落得宝玉满身满书。满地皆是。落红成阵，正要陡降下来，恐怕脚步践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，来至池边，兜在池内。
那花瓣浮在水面，飘飘荡荡，竟流出沁芳乍去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哎，林妹妹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这些花都扫起来，然后撂在水里。你瞧，我都撂了好些了。撂在这水里不好，你看这里的水干净，至于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道，仍旧把这些花给糟蹋了。那边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，如今把它扫了，装在这绢袋里，拿土埋上，日久不过随土化了，岂不干净？果然你说的是，待我把书收了，就来帮你收拾啊！什么书？啊？嗨，没什么，不过是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。你又在我跟前弄鬼，趁早给我瞧，好多着呢。哎哎，好妹妹，好妹妹。这若是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只是你看了，好歹别告诉别人去。嗯，这真真是本好书，看了连饭都不想吃了。会真记，觉得这书好不好？果然有趣。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。你这该死的胡说！好好的，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，还学了这些红话来欺负我。我告诉舅舅舅母去。好妹妹，你千万饶了我这一遭。原是我说错了，我要是有心欺负你，明儿就叫我掉进这池子里，叫那赖头人吞了，变成个大王八。
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，病老归西的时候，我就上你的坟上替你拖一辈子的悲剧。你一般也下得这个调，还只管胡说，原来是苗儿不孝，是个营养辣枪头。你瞧你，我也告诉去。你说你会过目成诵，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？正经把这些花都埋了吧，别提这个了。没找到你，才摸到这儿来。你们在那儿做什么呢？找我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大老爷那边身体不大好，姑娘们都过去请安了，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，快回去换了衣服去吧。素习不大细看戏文，不想偶然两句吹到耳内，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，倒也十分感慨缠绵，不觉点头自叹，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。黛玉细细品觉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忽又想起前日古人诗中有“水流花谢两无情”之句，又见方才《西厢记》中“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”，凑在一处，仔细衬读，心痛神痴。Oh,
你这个傻丫头，吓了我好一跳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找我们姑娘，总也找不着。哎，你们紫娟也在找你呢，说莲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。走吧，咱们回家坐着去。侯姐姐，就叫我看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。好啊，别闹了，求求你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二爷还给我。你给我看，我就给你。不该，二爷就不该。还给我。哎，月亮姐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会子才来。姐姐，你今儿真漂亮。哎呦，哎。好香啊，好姐姐，你就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一口吧。别胡闹了，胭脂也是混吃的。袭人，你就赏我一口吧。快过来看看呀，姐姐，就赏我一口吧。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，还是这么着。你最好了，就赏我一口吧，就一口。好姐姐，你是怎么样？左劝也不改，右劝也不改，再这么着，这地方可就难住了。哎，二哥哥，宝玉，你这是上哪去？老祖宗着我去问大老爷的病，二哥哥可是从大老爷那儿来。是。那。大老爷怎么样了？不过手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碍。请宝叔叔安。你连他也不认得，他就是后廊上住着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。哦，是了是了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你母亲可好？这会子做什么勾当呢？啊，找二叔说句话。笔仙啊，越发出挑了，倒像我儿子。好不害臊，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。倒做你的儿子了，今年十几了？啊，十八了。啊，俗话说的，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的孙孙，虽然岁数大，山高高不过太阳。自从我父亲没了，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。如若宝叔叔不嫌弃侄儿蠢笨，认做儿子，便是侄儿的造化了。你听见了，认儿子不是好开教的呢。好了好了。你们说话吧，我先进去了。等明儿得了闲儿，你就来找我，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。今儿啊，我不得闲儿，明儿到书房来找我，我们两个说话，带你到园子里玩去。我前儿求叔叔的事儿，前儿倒是有一件事情出来，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，给了假琴了。不过他许了我。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这个工程出来，一定给你就是了。哦，既是这样，我就等着吧。叔叔也不必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，到跟前再说也不迟。提他做什么？我哪里有那功夫说闲话呢？明儿一个五更，我还要到兴义走一趟，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。你先回去等着吧，后日起京以后，你来讨信儿。来早了，我不得闲儿。是是是。快把我身上的老石子脱了，叫我松发会子。袭人。晴雯，麝月，人呢？这人都哪里去了？袭人，晴雯，麝月，来人呢？来人呢？人呢？听宝二爷好像是在叫谁呢？
还能叫谁？叫丫鬟呗。你说现在这些小蹄子们怎么不好管啊？一个个都跑哪儿去了？这会儿该用着人了，都找不着人了。可不像咱们那会儿，多守规矩啊！现在的孩子们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说不得管不得的，可不是吗？二爷仔细烫了手，你吓了我一跳。让我们来倒吧。你是哪里的？忽然来了。我在后院子里，才从李家的后门进来，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袭人姐姐他们呢？怎么一个也不见？袭人姐姐被宝姑娘烦去打结子，秋纹和碧痕去催水，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一个身子不大爽快，回家养着去了；一个因母亲过生日告了假出去了。你是我屋里的人吗？是的。既然是我屋里的，我怎么不认得？我原是娘娘省亲时分派来的，二爷搬进来便派在二爷这里了。哦，要说不认得，二爷不认得的也多，岂止我一个呢？我又从来不递茶递水，拿东拿西，眼见的事儿一点不做，哪能认得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做那眼见的事儿呢？这话我也难说，只是有句话回二爷，今儿有个什么鱼儿的来找二爷，我想二爷不得空，便叫明言回了他，叫他明儿再来。哦，是了，难得他想着我，倒把他给忘了，这也没什么。你湿了我的裙子，你踹了我的鞋了。那是谁？没有人吧？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二爷，刚才就二爷一个人在房里。可不是，我想喝口茶，竟叫不着人，平日里也不觉着。二爷乏了。赶紧打发二爷洗澡是正经。站住！站住！我且问你，你跑到二爷屋子里做什么？我何曾在屋里来着？你过来。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，到后头找手帕子去，不想二爷要吃茶，叫姐姐们一个没有，我才进去倒了茶，姐姐们就回来了。呸，没脸的下流东西，正经叫你去催水，你说有事故，倒叫我们去，你竟等着在这里逮这个巧宗，这一里一里的不就上来了？你也不拿镜子照照，配递茶递水不配。明儿我也说他们去，凡要茶要水的我们都不去了，只叫他一个人去算了。这么说，不如我们都散了，单让他在这屋里。咱们走。姑娘们，二奶奶叫我传你们一句话。二奶奶有什么话？竟这老晚的巴巴派人过来。二奶奶说了，明天有人带着花匠来种树，叫你们严谨一些，衣服裙子不要混饭混晒的。那土山上一溜都来的帷幔呢，可别混跑。明儿谁带花匠来监工啊？说什么云哥，后廊上的云哥。原来这个小红本姓林，小名红玉，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和贾宝玉，
便都把这个字引起来，便叫她小红。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，却因她原有三分容貌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向上攀高。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，哪里插得下手。不想昨听妈妈提到的贾云，正是在启县斋遇到的那位公子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下死眼到那儿去盯了他一眼。你跟着他去。是啊，二爷。你跟着他们两个后面去。是啊，二爷。话说这一夜，红玉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，心神恍惚，情思缠绵，忽朦胧睡去，听身后低低的叫道：“小红，小红，你的手帕子，我拾在这儿呢。二爷哪里拾着的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小红，小红。”你过来。给太太请安。你随我来。回去吧。是。王夫人平日对贾环不大留意，今日不知为何一念之差，招呼他来抄写金刚咒奉送奉送。那贾环出于意外，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你就不能安生些？难得今儿太太高兴找你抄经，你又这样讨人嫌，何苦呢？我也知道，你也别哄我。如今你和宝玉好了，也不搭理我了，我也看出来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不要理动听，不是好人心。回来了，宝二爷来了，二奶奶来了，给太太请安，给太太请安。给宝二爷来酒吧，赶快跟着把衣服脱了。要不是我把它脱了，这会子还在那闹呢。哎呦，宝玉啊，看他这脸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又疯累了吧？嗯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又吃多了酒，脸上滚烫的，还一直揉搓，来。还有，还不在这里躺一会子呢。
今日戏酒如何？哪些亲戚去了？好不热闹，姑妈、薛大妹妹，还有几位姊妹都来了，宝兄弟都不愿意回来了。你上去给他拍着。几日，我陪着老太太过去玩去。宝玉。